五分钟就请他跟我说。好，那个我们今天的 Lightning Talk 的顺序就在旁边，不过那个第一组刚刚可能碰到你从刀手，所以他比较久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二组开始，那他们的题目是那个技能贴纸产生器。好，我们欢迎 Poka。 好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大家应该看到外面柜台上有一个很漂亮的一堆贴纸吧？这个是一个神秘网友做的。这神秘网友之前我看到贴纸，因为他非常棒，所以很不要脸跟他说：“你帮我做一个 icon 好不好？你要帮我做一个 icon。”那为了这个 icon， 我也要回馈他，我就得做点事。那刚好最近这几天，就大家都会想要自己的 icon， 有人要 Google 那个，要 VNJS， 有人要这个，有人要这个。那所以，我就想到最近刚好发生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人刚好最近要飞国外嘛，他做的方法就是说他用Commit来回馈对别人对他的贡献，所以那我也只好用Commit来回馈他帮我做的那一张大头照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产生器。好，这产生器就让这是六小时的产生器，那你可以调色啊，调色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它的着色方式，然后你可以替换组，比如说像是小猫小狗这样重要的东西。然后是你觉得那老狗你想要换一下自己的照片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那做完之后你就可以按下载，你就可以抓到编辑档的，大家就可以自己做自己想要产生器。OK， 那但是刚刚今天看到说公司做的蛮丑，所以就可以回到某网友身上，他说他重新帮我设计了一个新的产生器的界面，所以这就又回来，我等一下要把它改成这样。对，那这样，那希望大家有想要改的话，一起来帮我改。网址号在这里，产生器的网址在这边，我等一下会丢 IRC。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